もパンでもみんな踊りを踊っているよ。お鍋の中からインチキおじさんどうぞ。いつだって忘れないエジソンは偉い人。そんなの常識だったから、リラピーチャラピーチャラパッパパラパピーチャラピーチャラパッパパラパピーチャラピーチャラおへそがキラリだったからリラピーチャラピーチャラパッパパラパピーチャラピーチャラ踊るポポリピーチャラピーお腹が減ったよ。小丸子要换早饭的花样。哎呀，早上好啊！丸子啊，早啊！一点也不早了。哎，为什么今天要上学呀？为什么国家要规定学校从早上开始上课呢？过了中午再上课，不是很好吗？自己想睡懒觉，还异想天开，乱发牢骚。小丸子，再不快点吃，就要迟到了。好好，我会吃的，今天也会一样吃完早饭去学校的。可是为什么早饭总是一张面孔，一天一天也不换换花样，永远都是味噌汤和米饭呢？早饭没换样真是对不住你呀。味噌汤里的东西也和昨天一样，还是豆腐和裙带菜。哎呀，是这样吗？你真厉害呀丸子，我连昨天晚饭吃的是什么都想不起来了，你竟然还记得昨天早饭吃的是什么。切，成天拘泥于这种小事情，将来是不会有大出息的。从古到今，日本人早上都是吃味噌汤和米饭的。但是梁子告诉我，他们家早上大都是吃面包的。梁子应该也是日本人吧？你这不是废话吗？那说不定他们家有什么亲戚是外国人吧。那妈妈，我们家早饭也偶尔吃吃面包吧。说的对呀，偶尔吃吃面包也不错呀。面包啊，每天都吃米饭和味噌汤，都吃厌了。对对，烤面包和红茶什么的怎么样啊？烤的焦黄色的面包片上黄油滋滋的化了进去，红茶散发着迷人的醇香，现在就好想尝尝啊。很有外国情调。我是不会赞成把面包当早饭的，早上吃面包什么的根本不会有吃了早饭的感觉。真顽固，爸爸真是老土。广志真是老土。才不想被你这么说呢。不是很好吗？管他什么老土不老土的，我的早饭就是要吃米饭。不过要让我选一个的话，我也会选米饭的。没事儿，爷爷，反正你吃过东西马上就会忘记的，管它是米饭还是面包。是啊，你说的也对呀。用这种方法接受也行啊。哦，你们两个要迟到了。糟糕了，快走。爷爷等等我。你说早饭呢？小玉家吃的是什么？有时候吃米饭，有时候也会吃面包。面包是指烤面包片吗？是这样的，大多数是吃烤面包片。小玉家真好啊。我们家有的时候会吃米饭，但是有的时候会吃妈妈烤的面包。早饭吃妈妈亲手烤出来的面包，好厉害呀。年子的妈妈好能干呢。可恨，饿死了，吃午饭的时间怎么还没到啊？还早呢，还早呢，不加油不。你怎么了，冰冰？早上有点睡过头了。冰冰他没吃早饭就来到学校了不？哎呦，就算喝几口味噌汤再来也好啊。哎，对了，你也觉得要是我喝点味噌汤再来那就好了，对吗？才不是呢，如果睡过头了，有面包就可以边走边吃了呀。少女漫画里不是经常有这样的场景吗？妈妈，我走了。糟糕了，马上要迟到了。真好啊，我也好想尝试一下那样的事。
这样的话还是不要睡过头，像平时那样吃了早饭再来。那样就不是少女漫画里的场景了，一定要嘴里衔着面包跑才行。真是难以理解，那不是吃面包赛跑了吧？不过我从来没有在生活中看到过真的有人这样做呢，一边跑一边吃面包好像很难做到的，弄不好会呛到喉咙里，可能会很危险。没关系没关系啊，早饭吃面包，我越来越盼望了。嗯，你在画什么呢？在画早饭呢。画早饭？明天早上我想让妈妈做画上这些东西，烤面包、红茶、火腿和鸡蛋。嘿，真好啊。对了，你不想要水果吗？你说水果？草莓就不错呀，在画上加上三个草莓。三个草莓，另外还要有酸奶，还有酸奶。完成了，真是太棒了，这绝对是我们英家史上最最时尚的早饭了。嗯，在说什么呢？哦，妈妈，你来的正好，这个拜托你了。这是什么呀？这是我和姐姐明天早上的早饭呢，拜托你了。什么？这也太奢侈了吧！看来还是不行啊。实在没办法，如果你们那么想吃，早饭吃面包也可以。真的？但是妈妈是不会帮你们做这样的早饭的，你们要自己去做，明白了吗？明白。啊，太棒了，姐姐。嗯。耶耶！面包和红茶家里有，没有黄油，但是有植物黄油。还有果酱、火腿和鸡蛋都在冰箱里。知道了，真希望明天早上快点到来。小丸子，起床啦！小丸子，小丸子，再让我睡一会儿吗？你不是说今天要自己准备早饭的吗？早饭？啊，早饭！真好吃！哎呀，我的那份烤面包呢？你说什么呢？不是说好了自己做的吗？你姐姐可是比平时足足早起了30分钟呢。哎，可是你仍然睡到这时候。但是好了，现在反正也来不及了，别做无谓的抵抗了，吃米饭吧。不行，我可是一个很有骨气的孩子，今天的早饭我一定要吃面包。但是已经没有时间烤面包了，红茶也算了，不烤也没关系。那么至少你喝点味噌汤。哎，才不要呢，面包配味噌汤。丸子呀，干吃面包会卡在嗓子里的。不要把它当成味噌汤，把它当成西餐汤怎么样？好喝哟。今天喝的是土豆洋葱汤，瞧，油炸豆腐。知道了，这不是味噌汤，而是味噌西餐汤。好喝呀，对吧？那是当然了，因为是妈妈我做的嘛。早上还是吃味噌汤好啊。太让人吃惊了，什么什么嘛，原来味噌汤和面包这么相配，我又发现了一种新的美味。小丸子，这就是你期待的东西吗？我吃饱了。哎，真好吃呀，我上学去了。你也是，面包剩下了没关系的，快走吧。没关系，我可以边跑边吃面包啊。闲着面包跑步还真难受啊，看来少女漫画里的主角也不轻松呢。嘿，宝贝儿，上车吧。花轮同学，作为淑女一边跑一边吃早餐，这样可不是很美哦。而且这样做对身体也很不好。哎，说的也是啊。对了，花轮同学平时早饭都吃什么？我嘛，都是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现点想吃的东西，像是烤面包啦、三明治啦，没有固定的样式。今天的早餐，小少爷吃的是铜锣烧。你说铜锣烧？我感觉今天早上身体需要一点点甜食，所以今天的早餐吃的是铜锣烧和热巧克力。铜锣烧和热巧克力？哦，那是只有梦里才会出现的早餐。谢谢你了，秀大叔。我去上学了。少爷请走好，两位都请走好。小丸子，早上好。
怎么了，小英？你没有像吃面包赛跑那样边吃边跑？我好想看的不？啊，那个呀，是只有漫画里才有的场景，那种是在现实世界里做的话，对身体可不好。再说，那也太难看了。哎，小丸子，这么说你真的那么做了？而且你也终于明白这个道理了，太好了！昨天听小英那样说了以后，我回去也拜托了妈妈，今天早上吃了烤面包来的。啊，我也是，我也是的，我也是喷，真是烤面包热呀！都说说，你们在面包上涂了什么？我涂的是草莓酱，我涂了妈妈自己做的黄油。连黄油都会做？因为我妈妈很喜欢做这样的事。我涂了植物黄油，不，我撒了白糖。哎，白糖啊，很好吃的，试试看吧。哎，下次我试试看。烤面包这东西，我还是第一次在早上吃，还真的挺不错，味道很好哎。那小英，你涂了什么呢？我不想再吃烤面包了。哎，怎么？来，早饭还是吃铜锣烧的好。吃铜锣烧，这不是点心吗？不，早饭吃铜锣烧感觉真是太好了。好嘞，明天早饭我一定要吃铜锣烧，就这么定了。回家以后要记得跟妈妈说哦。铜锣铜锣铜锣烧，要吃铜锣烧。那家伙到底怎么了？想法变这么快，吓死人了。他一定是听花轮同学说的吧。小丸子还真是容易被影响啊。小丸子还没有意识到，不论他早饭想吃什么样的东西，先要改掉自己睡懒觉的习惯。幸福天堂保健室。好冷啊。小丸子，不要紧吧？只是觉得身上有一点冷。是因为熬夜吗？小丸子，你脸色好差呀。不要紧的，千万不要勉强自己，现在是感冒的多发季节。老师，小丸子好像在发冷。哦，那可真让人担心呢。随波同学，你陪英同学去一次保健室吧。是，来，小丸子，走吧。其实只是睡眠不足，这样好吗？已经可以了，把体温计拿出来吧。哦，好，现在体温36.9，有点低烧。留在这里让我再观察一下，去躺到那张床上吧。哎，睡午觉，你最好盖得暖和一点。真的可以在这里睡觉吗？安心睡吧，等烧退了就好了。是。小丸子，你好好休息啊。谢谢你了，小鱼。上音乐课呀，是几年级的呢？在暖暖的阳光中听他们唱，就好像听催眠曲一样。闻着刚洗过的被套的香味，在软绵绵的床上睡午觉，真是太棒了。而且是大家都在学习的时候，只有我可以享受在这里睡午觉的特殊待遇，好像在天堂里一样啊！真该感谢低烧。啊，该下界了，课间休息时间到。你们怎么来了？我们很担心，所以来看看你呀，小丸子，身体好一点了吗？身体啊，好像好多了呢。不可以勉强自己哦，小丸子。上课铃已经响了，你们快点回教室去吧。是。见小丸子，有朋友关心的感觉就是好啊。
请让我再来量一次体温好吗？好。糟了，如果现在烧退了的话，就必须回教室了。这样就行了，这样就能多在这里享受一会儿天堂般的感受了。把体温计拿出来看看吧。是。哎呀，你的热度上去了。你家里有谁在家吗？有。那让家人来接你吧。接我？早点回家，在家里好好休息比较好。早点回家？我还想在这里多睡一会儿呢。那我们出去买点东西。老头子，就拜托你看家了。啊，你们走好啊。对了，要是再不换个电视频道的话。哦，哎呀，糟糕了。家里没有人在吗？保健医生现在在办公室里，他说马上就过来。永泽同学，请你再坚持一下吧。是藤木和永泽呀。笑莹真舒服，这么冷的天可以躺在床上睡觉，不用到外面上体育课。说的是啊，小英竟然会得感冒，真是想不到啊。两个没礼貌的家伙。我说藤木同学，看起来你还真不愧是我的瘟神呢。我这次受伤全都要怪你。那时候但是你叫我瘟神会不会有点过分了？你小子那时眼睛往哪儿看呢？那时候明明在玩躲避球，可是当时你的心思完全不在游戏场上。不，那时候我老样子，那家伙总是吞吞吐吐。我来晚了，真不好意思。啊，哎呀呀呀，你的膝盖擦破了，有一点点疼，你忍一忍啊。疼死了。英同学，你醒着吗？是。你家里人有没有跟你说过今天要出门呢？没听说过呀。是吗？你家电话一直没人接。原来小英醒着呢。怎么回事啊？你家里人好像到现在还没回来。哎，这样啊。今天早上我没听他们说过要出门呢。安静的出奇啊，已经没有班级上音乐课了吗？想起来了，刚才的课间休息小玉他们也没有来。怎么回事啊？要不要去看小丸子呢？怎么办呢？好麻烦呢。你只是睡眠不足吧？大概是装病吧。我的谎言暴露了吗？我并不是故意要骗他们的，只是一时鬼迷了心窍。啊，怎么办？要是被小鱼他们讨厌的话。他有没有在好好睡觉啊？神呢？希望小丸子的热度快点退下去吧。小丸子啊，你倒是应该学学人家小玉的心地善良啊。我们回来了。回来了。您这是在干什么呢？切，刚才我把垃圾箱弄倒了，想用吸尘器吸一下，谁知道一干就停不下来了。切。老头子，你是不是感冒了？感冒？你这么一说。切。你好，这里是英家。哎，小丸子啊，发烧。什么？小丸子发烧了吗？是啊，老师说刚才打来了好几次电话，可都没有人接。嗯，爷爷，你没听到吗？没听到怎么办啊？我没有感觉到小丸子的 SOS 求救信号。
在我的新钢板味瞬间遇到困难的时候，却没有帮上忙啊！小丸子，小玉还有年子，我们把小丸子的午饭带来了。虽然你可能没有什么食欲，但是多少还是吃一点比较好。谢谢，英同学，我和你家里人联络上了。哎呀，你们两个这么快就吃过午饭了？没有，我们担心小丸子。没想到你们这么关心我。他在我这里，你们不用那么担心了。好，你们快回教室吃午饭去吧。是，再见，小丸子，放学了再来看你。对不起，我说谎了。我小丸子对天发誓，我以后再也不装病偷懒了。哎，布丁啊，有这么好吃的东西，我就顾不上装病了。肚子好饿呀。下一个吃布丁，布丁。好吃。哎呀，小丸子，你行啊，精神不错嘛。妈妈，布丁好吃吗？不是那个。装病被发现了，小丸子被妈妈狠狠地责骂了一顿，在保健室里的惬意心情顿时消失得无影无踪。孙女儿的高烧，小丸子的痛苦，就让我这个老糊涂来承受吧。切！一到春天，田野里就会开很多很多花，变得春意盎然。挑一个自己喜欢的盒子，把各种各样的花放在里面，像这样在春天的芬芳里入睡，说不定能做个美梦呢。下一集樱桃小丸子讲的是去寻找春天吧和小丸子收集盒子，敬请期待哟。